什么？就是贪耽误的我。谁把你贪了？这是。轰轰轰！行了，您怎么含糊也没用。他骗我什么吗？啊，我那会儿我要考体校，他跟我说你来说相声吧。哦，我说我爱体育，他说我会打篮球。对，我就来了。您都愣信了是吧？信了。不是，这不赖他骗您，这赖您缺心眼儿。这个确实他打得不错，他那个他投篮不行，你别他个儿小啊，他运球好啊，他那个组织后卫啊，这是稳。你琢磨台上那个演员。别运球，哎哎，行行行。